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了美丽的临沁，这边有一个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叫石香面。它为什么叫石香面？它有十种的香味吗？我今天要探索一下。哎，我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这在做什么？这的毛裤。哦，毛裤子啊，真漂亮。哎，我听人家说你做的石香面真的太香了，能不能教我怎么做？可以。哦，它到底有没有十种香味？有没有十种香味？咱们先去买菜。啊，好的，我们去买菜啦。哎，我们都需要买什么菜呢？先买茄子。买茄子？哎，哇，那么大，圆圆的茄子。嗯。还需要什么？豆角。豆角多少钱一斤？1.5。1.5。哦。比茄子还贵。那这放里边。老板好。你好。胡萝卜就一个够了吗？一个够了。哦，哎，这什么？酱瓜。酱瓜啊，这腌制的甜面酱的腌的酱瓜。哦，一斤多呀。嗯，多少钱？1.5。哇，真便宜。便宜了。啊，我们要多少韭菜？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多少一斤吗？一斤。嗯，哎呀，老板好。老板好。我们要买芝麻酱。哎。哦。啊，好香。芝麻酱还有芝麻盐。哎，好。慢的10块，这个6块、7块、13、23。23。好，那你别，我来付，我来付。啊，那个，23是吧？啊，对，23。一啊，来，哎，一半。好嘞。啊。大家，咱们的菜买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家了啊！送我吃香面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大家看，一个面用那么多菜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味的面？哎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对，看。哎。我们现在这要怎么准备呢？我们开始摘菜吧。包子，哎，我们这儿缺鸡蛋呢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我去超市买。你去上鸡窝里拿。鸡窝里？啊，这边就有吗？对对。哦，行，那好，我去拿一下。哎，对对。好，马上回来。你好。两个鸡蛋啊，太好了。哎，阿姨，鸡蛋就到了，就到两只啊，太好了。够了，这就够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要弄韭菜嘛？对。哦，行。摘菜吧。要一个一个摘。对。哎。包子。哎。你把其他的菜。洗一下，洗一下，好的。嗯。阿姨，哎，菜洗好了。哎，我们该切去了。哦，把切菜。把它切去，切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喂，刚来就走了。哎，哦，我来切吧。啊，好了，我告诉你怎么切啊。啊，行。哦。都摔连整了，没事。切多大呢？叫它切碎着点。那么一点点。哦，对对。哦，行，我试一下，看看我手艺怎么样。啊，对。先这个切。把它收起来啊！哎。可以吗？好了，我切吧。啊，我切的太差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切吧。阿姨说，石香面是临沁的名吃，它是由金瓶梅宴中的文面和本地民间小吃捞面综合改进，演变创新而来。
是下面烹饪制作工艺流程讲究，采码品种多，名为十样菜，其实材料大是八样以上，也会季节变化的。看大家这个多长啊，有点像小面条啊。哎，我们弄了那么多菜，面呢？我们把菜准备的差不离了，我就在和面里。哦，行。主要炒菜有炒茄丝、炒西红柿、炒绿豆芽、炒韭菜、炒酸菜末、炒菜豆角末、煎鸡蛋花、茄子。所以炒菜三个小菜有咸黄瓜丝、香瓜末、胡萝卜末、咸疙瘩末、韭菜花末。做一小碗调味料，粉底香醋、芝麻雪山盐、芝麻酱、蒜泥，还有两个卤，即西红柿鸡蛋卤、肉卤。可以吗？行。哦。是大蒜果汁。嗯。我们的菜这么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和面去。好。是下面顾名思义，要先有面条。和面的时候要加鸡蛋和盐，这样擀出的面条才够筋道。面条煮熟后过清水，吃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面条滑浓爽口。那把这个面我们都要醒一下。为什么？刚才和的吧，它就太硬了。哦，让它醒一醒。哦，让它放松。缓劲。哦，行。我们去吃菜去。好。哦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这面团完美。取一块面团，用手揉均匀，然后平放于案板上，广面向下，用面擀掌向四周用力擀开，成片状。将擀好的面片用刀切成细条状的面条，下入沸水锅中煮三分钟左右，挤好香喷喷的手擀面。哎，面来了，又细又长。喂，阿姨，为什么要把面粉弄出来？它好力量。好力量。嗯。吃起来有口感。哦，然后也不会粘在一起是吧？嗯。哎，看，一个面还有一二三四五六十二种配菜，面做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去吃。哎，这全部都要放吗？哎，对，行。喜欢吃什么就蘸什么。啊，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。哎，是按个人的口味。对。哦，必须要香，是吧？对对。你平时最喜欢放什么菜？我平时肉酱。啊。豆角。这个。哎。行。还有就是韭菜。哦，但我觉得这个。芝麻酱也很重要，哎，还有麻酱，你不用管我，你找你的。嗯，等一下，我给你。好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好，好，行。醋你要不要？醋。啊，醋。啊，我给你。啊。谢谢。嗯，好。一张，哎，站着。哎。上。啊，这闻起来真的太香了。是吧？好，吃。吃。尝一下。嗯。嗯，真香。嗯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味道非常丰富。慢点吃。嗯嗯嗯，细嚼慢咽。哎，这太好吃了。大家来到临沁，一定要来品尝
阿姨做的石香面，太好吃了。谢谢你今天教我怎么做这个地道的石香面。